有关张姓网友贴文提起6月6日恩恩爸爸至消防局听取录音的案子。那恩恩爸爸在前一天主动就表示到要到119、来了解整个作业的环境。那为了重现欧米孔疫情爆发时119进线量暴增忙碌的状况，所以还原当时化物量繁忙的情形让他了解。至于该网友刻意散播本局造假，以及变造录音的不实讯息，严重影响本局的声誉，为求慎重，且避免社会大众误解，本局将检具所有的资料，包含相关的通联记录、录音档案，会向检方来提出告诉。相比病毒共存的话，当然必须要配套啊。所以呢，用旺旺水神来防疫，有效能够保护您、保护自己、保护家人。防疫不能等，请赶快上快点购。买的时候记得呢，输入呢秀秀的推荐代码 CTI 666 CTI 666，希望大家做好防疫。